量，我等浮草之荧光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？住口！无耻老贼！至此国难之际，王司徒又有何作为？遵行，正确遵命，准备就绪。抱大气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来到两军阵前，必是知天命，识时务。想不到你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。